W 挂上翻墙接着段，大招加速 ，A 一下往后退，再一个 QA 一闪。好嘞，农药打法，发扬光大，兄弟，一级就要过来帮我推线，推完线还要让我去游走。 上把老鼠辅助，这把小丑辅助都要过来中路。先拉开，完了被叠了个风，等他风用完啊，不然塞拉斯杀不了他。Q 闪 A 一个 W 挂上，直接收。 就这个一定是会慢一点点，一个是瞬发的，一个是有延迟。QV 触发箱位直接拉开，他致命结又叠起来了，但碰不到我，这就是为什么男刀打永恩要带这个，对吧？他致命结又越叠，叠的越高他越厉害。我们直接拉开。 Q技能 ，W 挂上一个平 A， 一个平 A 走位扭一下 ，A Q A 砍出6加 B， 大胆，<笑>战场之上改在这跳舞。这把刀是我的。然后因为我们的绝对专注，对吧？还有我们这个小兵去的技，帮我们推线，10分钟100刀。 很少露刀的，一个 W 就清线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。W 挂上。在你杀人之前，你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补刀，补刀不能一直露。等他 Q 我。 直播，现在3月12号凌晨11点52分。W 挂上 QRA 秒了。然后为什么带相位打永恩呢？相位加速，他致命结又叠起来，你打得过你就追死他，打不过你就跑。他叠起来他打不动，打不到你。然后这没事吧？ 告诉一下他们我的状况。你这波我不点这个东西，他要骂我了，骂你了。W 挂上 ，A 一下 ，Q A， 他死了。 像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，他在装啊，假的。A 一下 W Q。哎，我操，我还以为是真的。原地回神。他的想法好奇特呀。他闪上来，他用一个闪，我们只需要走一下就到了呀。 这哥们怎么想的？亚索一样吗？亚索不一样，亚索要带征服者。他俩虽然是一个属性，兄弟们，但是两个不一样。亚索可不是说你想拉扯就能拉扯呢，就说的转，就说的。W 挂上 QR， 这个是真的。 我觉得他在这
W 挂上 ，QA 拉个刀，这波拉到刀了，还打了个被动。QW 挂上，一个平 A 塔死，没有一点瑕疵的操作，感觉这把没失误啊。可以，这人很无奈，不过他没办法。对吧，我们教学主打就干货，兄弟们，把英雄打表都打法都给你做成个表，主打的就是，对吧，让新鲜来一点难得的新鲜血液，你可能一把都没玩，但WQRA 爪刀砍出六加 B，W 挂上，翻墙接着断，大招加速 ，A 一下往后退，再一个 QA 一闪，金流水一气呵成，第一波我就秒了 ，AQW 出发相位，赶紧拉开，等个大 ，QA W 挂上，翻墙一个大招爪刀，再一个 QA 秒了。拉扯是为了等蓝，然后交闪是为了这个，交闪是为了什么？观众知道，观众替我回答，我不想多说。专注。等他被控到，然后我们再一个 OK 翻走，翻走，假装害怕，等他追过来，翻墙到这个地方卡个视野 ，W 一个大招 ，AQ， 好像被眼看到了，哦，后面是个猴子吗？不是眼，我操，我以为是个眼，我刚扫到个影子。仅需，对吧？参与了上电视中奖，直接发号 QRA。像，对吧？让主播帮你打号，这也不是不可能的。参与这个抽奖，获得开通守护10级牌子升到12级，这同时可以进我们的家人局，还可以打号两把。啊，里面有个影。情人节活动都结束了吗？哎呦，过这个任务还可以有那个扶持卡呢，兄弟们。可惜啊，结束了，我才发现。WQRA 秒了。几个盾都没用，我的伤害溢出了。QA 抢一下塞拉斯的心态，大的就15块吗？啊！我被秒了！哎呦！没事，多打他几套，开大爪刀过去 ，AWQ 挂死，往后退，拉出他的范围，再 Q 回来，再一个 W 挂上，再一个平 A 收下双杀，这是假的，
个人群都有，然后每人还带两个的，咋？那你没办法。Q W R 爪刀，闪现过去，往回翻 ，W 挂上 ，Q A 拉个刀。你不来，我真反杀了，哥。他们 A D 刚才怎么这么多位移啊？闪现加 R 是吧？我操！我过来，他过去；我过去，他又过来。这有点抽象了呀。感谢我心态真差送的评书，还有四分钟，兄弟们，四分钟打号奖品啊，马上开奖，想要的兄弟们可以参与一下。啊，今天应该还是有一个装备亲密度。只有傻瓜才会。今天还有一个小装备。这都原地跳啊！说实话，这个翻墙，感觉他这个翻墙机制改了，兄弟们，很多地方不应该原地跳。操！就这啊！